报复就是讲真侪人出招安尼。我若答应这边，较早人就讲话，哎，我较早安尼邀请了你半天，好话说尽了。你的原则那么多，现在蔡秋凤蔡秋凤一来，你那个哎呀啊，搞成动作啥？不是，那我请问小哥，要怎么你才可以答应？那其实那要什么条件？要让我有个理由好回答他吗？嫁给你好不好？不这样子别人才不会说。那既然你这么坦白，待会儿下台我再告诉你，你早十年讲就好了。现在体力差多少？我现在长大了啊！来来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